下一位是钟树根议员，跟住是卢伟国议员。钟议员，主席，即系你骄横跋扈，你自己有权，你又夹硬好粗暴咁样去停止咗个会议。喂，你十五个人犯法，集体犯法，同呢个议会有咩关系？吓、啊，你今晚十五个人啊，集体自杀啊，呢个地球唔转啊，冇可能咁噶嘛你。你有咩可能唔會跟個會議嘅規程去做嘢？夠人數嘛、啊？你開會就正義，你開唔到會就唔正義。你依個就叫做輸打贏要。你而家個 quorum 幾多？嗰啲法定人數幾多？夠噶嘛？你選擇唔開會，你放你哋班友放咗出嚟，你都唔去開會，寧願企屋企瞓覺。你咁樣去對得住香港市民咩？你想盡辦法去拖延個會，想盡辦法去啊霸佔呢個會議，因為你人多，呢啲就叫議會暴力，喺你哋呢度體現到無謂啦。你自己喺度啊逐職，你就唔落嚟，你根本就係為咗你自己嘅私利。你話你咩公民抗命？75日你有幾多？你哋呢15個人係咪日日都喺出邊公民抗命先？吓、啊？点解临尾你走去抽水啫嘛？你班人博拉啫嘛？喂，呢啲系你嘅事，唔紧要。你博上镜，但你唔好影响议会嘅进度。唔系因为你哋俾人拉，个议会唔喐。因为大多数啊，有法定人数噶嘛？点？主席，你去解释点解你唔跟会议嘅章程里边个规程里边？个法定人数俾佢开会，你唔得啫，都冇担保你听日开唔开到会啊，起唔起到身啦、啊？咁唔通我所有会都唔开咩？咁点解你唔跟？你解释点解你唔跟会议规程法定人数？你讲一讲，请你答。钟树根议员喺呢个阶段咧，本席系唔打算同任何委员咧对话嘅。点解你系当事人？点解你唔讲？一阵间大家可以决定点样处置本席吓。唔系你因为要解释，因为呢个系同你有造成有关嘅。你系决定，你明知有13个已经复你 OK。我已经讲咗啦。喂，你点样讲咗啊？点解你唔跟个规程啊？你系咪过13个？是不是超過法定人數先？我想問下你。我已經交代了。你交咩代啫？你根本就冇交代。你交代就是因為你自己私欲啫嘛。所以我話先頭點解要你落翻嚟俾第二個俾副主席去主持會議呢？根本你就係利益衝突。你而家死喺度賴皮喺度喺度懵口懵面坐喺上邊。啊，嬉皮笑臉，電視機睇住你噶，影一影佢啊！你冇可能咁樣夠。人數你唔去開會，你哋班人選擇瞓覺都唔開會。我想問啊，秘書，你可唔可以俾秘書答法定人數幾多人？你唔識睇嘅咩？喂，我而家問你要你答啊！我而家要問你答啊！你講出嚟啊！因為個議會有錄音啊，唔係睇嘅問題啊！你又乜都識？我以為你就選擇就唔做，你識都唔做。鍾議員，我以為你開咗咁多次。公務工程小組，我以為你做咗咁耐議員啊，你唔識得去開會咩？你唔識得按規程去做咩？夠會議嘅法定人數，點解你選擇唔開會？你答啊！你而家頭先又駁我，你話唔選擇駁啊嘛？你又駁？唔係你要求一個協助嘛？我或者1+7咯。我以為開咗咁耐公務工程小組委員會嘅人一定知道嘅。